相声演员嘛，四门功课，说学逗唱，大伙比我们都熟了，都了解。但是真正说相声演员站在这个舞台上，说学逗唱，该拍着胸脯说，样样精通啊，这样的演员现在已经没有了。哎呦，您这话说的有点太绝对了啊！不，已经没有了，哥。不是，这也不会再有了。不是怎么可能呢？那怎么不可能呢？说相声的这么多呢，人家就样样精通的人大有人在。人都说样样精通这样的演员啊，大部分啊，上岁数都已经故去了，那都是老艺术家了。那怎么都你给弄死的呀？这叫什么话呀？人家不能说什么话，这怎么了？没有，咱不说老先生，年轻这一番那也有。谁呀？是我。哎呀，啊，怎么了？那你这属于是死而复生啊？也没有 啊！你这说话太难听了，你这那不怎么讲啊？怎么讲？就四门功课，咱这打小训练的呀，这都是打小练的。那当然了，说学都唱，样样精通，哪门都会。我就敢横打鼻梁，拍着胸脯，我就敢说我不会。你不会，你这么硬气啊？起码我没骗大伙呀，对不对？我直接我这大伙对不起啊。我不会，能原谅我吗？完了，你这怎么弄啊？说实话实说，哎呦，你原谅我了啊！我就问你，你会哪些啊？上面天上背的地下吧。这样吧，这个各省人说话，大小买卖吆喝，大小买卖吆喝行不行？你会这个？我会一点啊。哇，这给你能耐的！你看，不是说能耐，咱也不知道真假。现在而言，吆喝的也多呀。现代化了，跟过去的确实不一样了，有区别了。但是还有一个卖故意的。什么叫故意呢？买破旧的衣服，二手的拿出来卖就叫故意。哦，卖那个旧衣裳。哎，对了，这故意分地方啊，不一样。哪些地方？哎，北京故意，北京的；天津故意，哦；上海故意，嗯；东北故意，哎呦；河北故意，河南故意，山东故意，山西故意，陕西故意，还有故意故意。这什么叫故意故意？就是对口的故意，一人一句。哦，还得俩人来。这样吧，今儿来这么多朋友，咱俩来一回北京故意，你看怎么样？我说这不行啊。怎么不行啊？我说这个我不会。你不会没关系，我先教给你啊。你字儿也不多啊，就俩字儿。俩字不错，会吗？这简单简单，这难不住我。你以为光简单了？怎么呢？来一遍我听听。这不用，直接开始就行。像不像三分样啊？那俩字儿这多简单。您来了吗？你看他还不放心我了。哎，你听好了啊。不错。我说怎么了？怎么没底气了？哥，你这不对呀、啊！你声音得大点啊！您是吆喝、啊，知道吗？这俩字还得吆喝呢，就像我刚才吆喝那个意思一样。啊，哦，明白吧？那我试试。哎、我按你那个来啊！不错。行了，我看你也快憋死了，哥。这都是什么呀？这都是啊！这怎么样？我这个你这不谁让你往前，你往上吆喝呀？我错，你往上，我这嗓子跟您没法比，哥。你说我高了喊不？你知道那个尖细的声音吗？啊！这还明白，音儿高点呗。对呀，这个我来这个，你听好了，哎，不错，我这。行吗？真好啊，哥。还可以吧。哎，教授，您这嗓音，您是过去这个老祖先在宫里当过差吧？那是，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没有什么往哪儿说。哎呦，真好啊，这嗓子。我这音儿高啊。咱现在开始啊，可以。您可别忘了你的不错啊，忘不了。那咱正式开始啊，来吧，来一回北京故意、啊。哎，来听听啊，咱听听怎么样这？千万别忘了您的不错。嗨，主要听您的。这一件这个票啊，原来是当儿的。这听着有点意思，不错。起不了的黑呀，不灵断的面子吧，不错。瞧过了面，翻过了您再看，再瞧着这个童子吧，不错。上青下白当件黄，取个名儿三阳开泰儿的，不错。冬景天甭管是刮多大的风，下多大的雪，您穿上我这件皮袄啊，你到雪地里冲盹去吧，不错。怎么你就忘了冷了？皮袄好，把你给冻停了，冻上了，再冻就死了，好嘛，冻死了，那不错。哎
房。什么呀，冻死了还不错呢。真好啊，真不错、啊。嘿，北京故意这么吆喝。哎，对了，还有一个、嗯、啊，还有东北的故意，东北那边这东北故意啊、嗯，也有两个字儿，哪俩？哎呀，哦，这俩字儿。你看这个哎呀，跟别的地方就不一样。嗯、为什么这么说呢？行了，这个我会，这个会，这俩字儿吗？什么呀？这还挺好。哎呀！啊、这是什么动静？这干嘛呢？这还高音啊？不是，这哎呀，跟你没关系，这是我自己吆喝、哎，不用我了。东北故意又叫一惊一乍的故意，怎么还一惊一乍？那当然了，这儿正吆喝着呢、啊，突然间出来一个哎呀，容易把这个路过的客人吓一跳。您这话说的太玄乎了，你不信是不是？做买卖哪能吓着顾客呀、啊？我给你来回这东北故意，我这哎呀一出来，准吓你一溜大跟头。我胆儿没那么小，咱不就再来一回？你吆喝呗！你看看我吓着吓着不？你这有什么呢？哎、我来啊，东北啊！哎呦呵，哎，啊、这一见大骂我，是大哥买回来给大嫂，我大嫂穿了满街跑啊！哎呀，我就是他等会儿呢，什么呀？嗯，怎么了？这哎呀就出来了？对啊。我这人没注意，你注意你也不知道在哪儿出来。可猜哪第三不用算，你告诉你不，他不一定在哪儿，你非得你接着来。哎，说这一件，哎呀，什么玩意儿？你这老冷不丁的来这么一下，一惊一乍的故意不就这样吗？还有哪个？还有一个是什么呢？啊、就是这个故意，故意哦，对口故意，一人一句哦，这个呀、嗯、也是考验这个当时的这个商人、嗯、反应能力。你得现编现唱，即兴发挥。哎呦，这可有难度啊！这里边还有算账呢，是吗？你得算的是明明白白，不能差人账。嗨，咱这个脑子甭管多少钱，算的明白极了。明白极了，那可不。这样，今天当着各位，咱俩来一回好不好？一块儿爷爷。我呀，吆喝一上句，您按我上句的意思往下接，只要合理，咱就过关。我就顺着您的意思往下吆喝，好不好？那试试吧，算账您能算明白啊？这我这脑子反应快极了。那咱来一回，那一块儿开始啊！我跟着你。哎，开始了啊！来，大了马的官儿啊，哎，二了马的官儿啊，三了马的官儿啊，四了马的官儿啊，五了马的官儿啊，六了马的官儿啊。七了马的官儿啊，八了马，九，不错。哎呀，你有毛病你！你吓我一跳你干什么你？这三十六可以你看，不是您合着是一句没听懂是怎么着？不是我这一直跟着你走呢，你听着啊，给你举个例子啊，啊，搭了马的罐儿啊，我这儿呢，套到了外边儿啊，这马罐可不套外边儿，不就得这么吆喝吗？吆喝那大白花、啊、多新鲜呀、啊！你早说呀！搭了马的罐儿啊，套在外边儿啊，没有袖子呀，没袖子。那是坎肩儿啊，好买袍去呀、啊，有领子儿啊，有袖子呀、啊，有棉花呀，对儿那个对儿啊，那大了面的对儿啊，怎么那么厚啊？那亲娘许的呀、啊，后娘当的呀、啊，当多少钱呢、啊？五六毛啊，五六一了快了一呀、啊，我行啊，哎，我给你两块二啊，我找你一块一呀、啊，我给你三块八呀、啊，我找你两块七呀、啊，我给你132.25啊，快点，我快点啊，快点，你赶紧快点算，快，我给你POS机呀、啊，不是你这个人你。你给我POS机干什么？你废话，给这么多我算得过来吗？你脑子不行呗？谁脑子不行？要不我就比你强。不可能！你问我，我给你132.82啊！我留下1.1啊，剩下都给你呀、啊！去了吗？